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哦。没有错啦，因为冷月呢，啊、呃，有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，也讲在冷月最近脚伤加剧，所以是真的没有办法出门去走。所以，不说我今天的所有活动又是躺在家里用远距卷来飞啦。但是讲真的，用远距卷来飞呢，其实也飞出了一个，好吧，我们须要老实说。 飞得烂，哇，我一只一只能看的都没有啊！啊，不过有个好处啦，我自己是玩那个帕路奇亚专属招的，那突然间呢，让我打到了一只那个钢龙专属技的，啊，这個、打不过，退退掉。哎不要看五个人啊，奇怪。 先有这个其有这个别种形态的其他蒂娜，我倒想要打一只来用。我没有好的别种形态其他蒂娜。哇，十等，这要怎么打、啊？三万多，三个人是可以挑战。哎，等下，该等下，这只三万多，哎，哎，对、欸，我跟那个其实也不用退啊，靠腰，看那队已经三万多，三个人都应该推得过了、啊。 我们看有们多人一点的好了。我想要省点伤药啊。哦，一堆人打正常版帕路奇亚。好了，那我再来补一只帕路奇亚吗？可以讲，这里有起源版的，我就不太想要打这一般版的。但是这个别种龙，我觉得可以打一下。 三个有练度的，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打了啦。哇，这队更不用讲了。哦不，我的裂空座，他的 mega 进化没有了，盖得回来了，回归了。我、哦、的老猎，没什么用的老猎，我看一下。队友裂空座好像没有一只比较素质好一点的，可以 mega 进化的。 哇，大概就这一支吧，当个玻璃大炮这样子。然后再开个招式，麻烦呢、欸。那这支当初不小心开错了，满弓当玻璃大炮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好了。哎、欸、呦，有一个三个人的，三个人的应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 两个三十二等呐、啊，还真不好说哎、欸。我这种远距飞的，我是觉得打不太过。两个三十二等应该是可以啦。哎，五个人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了。我再来给他灭一下好了，灭列工作吗？算了，没暴飞龙好了。 好，因为刚才突然来了个电话，所以我现在只能也我们刚才就就就灭了一下我们的暴飞龙嘛。啊，我不知道电话声有没有录到，我等下后置再来看一下情况啊。啊，那么就一样，鬼龙啊，挑战一波，来呀、啊，龙袭加亚空烈斩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我的鬼龙啊，那没有好的，这次来打一只好的鬼龙吧。哎、哦、呀，亚空烈斩，帅气呀、啊！ 来来来，吐一下，吐吐吐吐吐吐，快一点，吐快一点。昨天早上是我数值最好的了，二九二八应该是最好的那一只。哦、啊，死掉啦！再来下一只。我、哦、这个是龙尾的，龙尾的出招比较慢了来来来来来。 一路给他嗨起来！好，那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吧，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、啊，在这边跟大家祝一下元宵节快乐。那元宵节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整个过年也算完全的结束啦。那不过我讲真的，这个、过年啊，应该说，二零二四年这开头的这前两个月，真的是冷月，真的是多灾多难呐、啊。 那也希望在这个年正式过完之后，冷月可以时来运转。那也祝福各位观众朋友，在这一波 Pokemon Go，要不知道有沒有抓到自己理想中的帕路奇亚跟蒂亚卢卡呢？那也祝福各位啊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事事顺心。那没脱单的可以赶快脱单，想赚钱的发大财。那也祝福所有人，在场所有观众看到这支影片的观众，可以万事如意，龙年大运。 好，那我们的奇拉蒂娜快结束了，来，有没有一只色维呢？来，看有没有色维色维，色尾，这好像也有色维的吧？哎、欸，对，这只有，就那个颜色很奇怪那一只，二三七六，来呀、啊，看有没有机会出个色维，我最后一集给我来个色维不为过吧？来呀、啊，色维。 啊，没有，好可惜呀、啊！二三七6的数值不知道怎么样。哎、欸，这次的圈我不太会投，忘记这次圈我没投过，低了点，要再高一点。这次距离有点近呢、啊，应该是在头这边，我记得。OK，three、okay, excellent，好，圈锁好了。 应该抓得到吧？OK 的，帅气！哎，还不进来是怎样？应该要进来了吧？哎，不是，有一球都出来了，X 了呢。来吧，快点，再攻击我一下，再打我一下。 打我一下快点！O 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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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K，我丢丢我丢了！啊，手残的很，浪费维克秋。哎呀，太极的出手，手残的一波。哎，丢过去，Sweet，轻轻滑，不要滑太大力。好了，该进来了啦，卖卵了。o、OK, K，二三七六 g t c h a 看下数值如何。 哇，烂到一个极致啊！好了，那烂烂烂鬼龙抓一只，来给大家看看下今天的战绩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战绩。时间，把一些没用的乐色卖一卖。啊，它是没用的乐色，它也是没用的乐色。好，这样只没用的乐色卖掉，然后再来一下继续。没用的乐色。 篮球、啊、包太多太多只、那個，那个那个螺丝雷朵了也是没用的垃圾。我、哦、原路杀还可以啊，我、哦、以为是游客西可以啊。啊，那今天野外遇到游客西真的是蛮开心的、啊，我以为遇不太到啊，就发现很多、啊。我、哦、原路杀留着，靠3 0 0原路杀卖的。哎，原路杀今天是不是有特殊招式啊？大地之力吧，好像。 大家都可以来来一招啊！好，给大家看下今天的一个战国啊，最高是哪一只？最高好像是二九多的，只有一只吧？对啊，最高的这只二九二八，这是最高的帕路奇亚的部分。那帝亚卢卡最高是二八九三这只吗？对，就二八九三这只啊！这这只没有专属技能啊，哭啊！我专属技能只有这只，有一只有啊！这只，这只意外出了个时光咆哮，真的吓到我。虽然那数值烂到炸，但是…… 至少是专属技能啊，因为冷月自己是选择那个什么帕路奇亚专属技能的，所以蒂亚卢卡能够给我出一招专属技能，我已经很偷笑了，还得留着当我开技能用的角色吧。哎、啊，不过讲真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帕路奇亚的技能啊，毕竟扩大范围对我来说，啊哈，效用很大，尤其对于我最近没辦法出力整躺床上的人来说呢，这一招真的是效益十足啊。 我来看万马，我买要马，万马买 A、欸、还可以买。然后讲真的啊，因为冷月最近绿卷真的都没办法用，最近这脚伤太严重了，所以五十八张都还有。所以我这一次主要就是会以买直接买这个为主啊。有人说买直接买是很亏，我知道很亏，但我也没办法啊，要求我帮我买，但我也没有办法呀、啊，因为就真的。 没有地方可以拿到那个远距券啊！如果可以拿绿券换远距券，我大概早换了。我们丢个三十个掉吧。拿来商店买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战况啊，战况也算是十分激烈啊。 对于一个躺在家里还能够有这些这些收获的人来说，就知道冷月其实也很认真在打了。毕竟躺在家里真的啥都没有办法去打呀，我也好想出门去打地亚卢卡跟帕鲁奇啊，我也好想刷一只满百，刷个色尾啊。但可惜啊，那个医生有交代了，那个脚没有好转还变严重，代表我最近真的走太多了，他叫我好好休息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好乖乖认命，在家好好休息了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喽。影片的最后，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那也祝福各位在这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年龙年可以好运连连，万事大吉，诸事顺利，身体健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，欢迎下方留言跟我 talk talk。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。人鱼游戏，天天开心，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！See you next time，拜拜。